Good morning, guys. 今天的企划是，对，我手上这杯是咖啡，热咖啡。然后戴上手套，让我搞得像日本一样。总之，今天的企划是要去彰化带一些挂包骂完包子回来，比较一下。因为大家来东海基本上一定会吃东海挂包大王总店，但是我实在是不认为东海挂包是好吃的，我自认为我自己卤的又比它的好吃。我要比较一下彰化的挂包跟东海挂包大王哪一个比较好吃。我东海的应该都知道这是哪里，这里风景很好看，因为营业时间长的，所以永远都在排队的东海挂包。然后就开始了吃挂包。等一等，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蠢了，居然吃到最后一口才想起来要拍片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再吃一颗。来自彰化的家乡润饼，软嫩五花香喷喷，酸菜是灵魂，适量花生粉，比上一颗好吃多了。因为东海大王的瘦肉香又干。下午来到了这家不打烊的控肉饭，我常来吃，24小时真的很赞。点了个挂包，假挂买，第一次点挂包。谢谢。各位啊，光是这个馒头皮就已经完胜那两家了。这个馒头皮才对嘛，那个另外两家根本就是典型的馒头皮啊。这家的肉卤得很完美。哈哈，今天的我是富翁。发票中了400块，要吃什么有什么，所以今天的宵夜就来东海寻找。不爱吃饭团，但是很好奇心品，还是来一客春宵吧。你没看错，他打算对这个奇怪的区域下手。这个草莓肉松，哇哈哈哈，好赞。草莓肉松吐司呢，顾名思义就是用草莓酱取代美乃滋。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草莓酱甜甜的味道了，面包师我就满足了。再来一家关东煮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回家。这家店真的好吃的，奇怪啊，太奇怪了。肉松别多厚。这超夸张的，超级夸张的，超爽的，天哪，肉松卷超多。你要凭着一口这个，我去点那个草莓肉松，菜单上面有的，超厉害的，很大哎，好好吃哦，好大哦，真的超大，肉松跟草莓酱超级搭，比美乃滋还要更棒。各田种屋，这间是李记真爱菜刀柜专卖店，每天限量3条，艺术街国际街这边，在东海巷弄内，来个五谷醉鸡腿饭好了。那今天那个小排跟三杯烤鸭没有，其他都有。那我看你们有萝卜糕拼鸡腿是吗？我们现在都是以这菜单为主。哦，对，以前那是以前的。港式鸡腿对鸡油鸡餐啊。港式鸡腿它是卤的，阿肯鸡跟油鸡它是吃冰的，油鸡它是吃就是淋点油葱的味道，然后对鸡的话会带一点绍兴酒的味道。它的颜色很神奇。还有这个港式鸡腿饭，看着卖相挺好，大口啃鸡腿是太过瘾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，明天见。